是最新的消息，这个是新北市新店分局今天去永和区追捕一名毒品的通缉犯，对方开车却踩下油门加速冲撞侦防车，然后逃逸，行径可以说是非常的嚣张。而事发当时，警方见时机成熟，以两车包夹的方式要对方停车，然而这名通缉犯，也就是王姓男子，直接冲撞侦防车，趁乱逃逸，造成了一辆侦防车右前门凹陷，另外一辆则是前保险杆受损，幸好在过程当中没有人员伤亡。那么警方也发现，嫌犯事后将车子丢在中和区的一处停车场，然后逃逸，目前正在全力的追缉当中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